那自己可能就先讲这台了吧，《星际穿梭机》。Yes，终于完成了。我等好久了。现在，声音呢？哇，这里好美呀！那什么是战宠试炼呢？我们今天讲战宠试炼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！今天讲到那个好了，因为今天不是有重点的吗？是啊，那干嘛还讲？好吧。这边跟广告还蛮像的。我被击倒了，这图鉴是什么意思？你这变强是什么意思？所以这一定要打吗？但是只有四破而已啊。哎呦，打不赢就算了，浪费时间。监狱蛋好友看一下喽。哎，所以那个什么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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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7月29。